10月25日，生日快乐，毕卡索。毕卡索 Pablo Picasso 是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，在现代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他出生于西班牙的马拉加，于1881年10月25日来到世界。从小就展现出才华横溢，毕卡索在10几岁时就已经是杰出的画家。毕卡索的艺术创作非常多元，他涉猎绘画、雕塑、版画、陶艺、舞台布景设计等各个领域。他以创新和多样的风格闻名，并对塑形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毕卡索的艺术风格充满了革命性的力量，尝试挑战艺术的界限，并将传统观念完全颠覆。他的作品呈现出抽象、几何和立体主义的元素，并广泛运用形式、色彩和符号。毕卡索对于现代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，他的作品为后世的艺术家们提供了许多灵感和创意。他的艺术作品被各大博物馆和画廊收藏，并成为许多艺术爱好者所追捧的宝藏。除了他的艺术成就，毕卡索的生平也有着许多传奇和故事。他的个性多变，与艺术创作的热情并存。他的生活充满了情感起伏、风流韵事和婚姻失败的故事。毕卡索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，但他的艺术成就却毋庸置疑。毕卡索于1973年4月8日逝世，结束了他丰富而多彩的生涯。然而，他的艺术遗产将永远为世人所敬仰和欣赏。无论是毕卡索的艺术成就还是他的传奇人生，他都对整个艺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将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，挑战了观念和传统。